我试吃一个好不好？好吃，只是如果 if more cheese 的话，所以不够 cheese 就是，cheese 不够，因为你已经说你是焗烤了，可是却 cheese 不够，你有脸面对焗烤这两个字吗？我觉得你要跟焗烤道个歉。好想吃你的面疙瘩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啊。这样代表里面有熟吗？你自己吃不出来吗？生的、啊？不够熟啊。